我的师父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，没错，大伙都喜欢听相声，都喜欢听，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也喜欢说相声，那是。我问您一个小问题吧。您问呢，孙老师。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？都傻了吧，各位赶紧照相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教育您的孩子，这就叫傻，来来来来。等什么叫傻呀？怎么了？不是都有什么呀？说学逗唱啊。不是有您这么问的吗？谜底就在谜面上啊。这谁明白呀？多惊悚啊。来玩去啊，歇了。说学逗唱，我再问您呢，唱指的是什么？唱啊，相声本门的唱。对，太平歌词和数来宝。再想想，这是哪儿啊？天津市曲艺之乡，站在台上胡说八道，那对吗？太平歌词还有什么？数来宝啊！再想想，这傻样吧？你看你。哦，数来宝和太平歌词。对呀。你玩去。我换个顺序就对了，是吗？就这两样。哎呀，数来宝和太平歌词。嗯，首先太平歌词不好唱。哎，这倒是。有这么一段叫做《博蛇传》。我估计今天在座的各位呢，都歇会儿吧。干嘛还《博蛇传》？应该是白呀，《白蛇传》。嗯，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。哎，长虫、啊、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。哎呀，《白蛇传》啊，一圈一圈的转。您说那是贪吃蛇？还一圈一圈转。你还用诺基亚呢？谁用诺基亚的？我们早就 iPhone 了，我们是不是？你看看 4S 店出的呀。什么都不懂。 4S 店出的啊？您这手机买车送的？没有啊。什么叫 4S 店出的？ 4S 店出的 iPhone 吗？ iPhone 店出的 4S。现在都出到五了，知道吗？我都出到五了。嗯，你最少进去一年了吧？没有啊，六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咱不要说手机的事儿了。谁跟你说这个？就说《白蛇传》。嗯，啊，讲究是四个人物。哎，四个主人公：白娘子。嗯，白娘子、白贞素。哎，还有白贞素啊？啊，一点油水都没有。你是进去了，嗯。什么叫进去了？没有啊，白素贞。白素贞，哎，还有他的爷们。还爷们了还。他爷们叫许仙。哎，对了，姓许名仙，字三多。哎，家喻户晓。许三多呀，这还当过兵是怎么着？不是吗？许汉文。许汉文。哎，还有小青。小青。发海儿，这么几个人物。哇，您这小时候话音加的真难听，我告诉你。四个人物，法海呀。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许三多。哎，没有。和这个 许汉文、许仙的爱情故事。哎，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？哦，我给您解释一下。您讲讲这故事。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。您这没日子呀。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。哦，二楼。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，簪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。许仙抬头一看，哇塞，大美女。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，啊、就上隔壁啊找那个王婆去了。王婆，王婆正嗑瓜子呢，休息会儿吧。哟，许仙大官人来啦、哎！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。哎，太好，非常的凄美。您别胡说八道了。哎，这是《白蛇传》吗？这个，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。谁卖过炊饼？不是吗？咱别胡说八道啊！您说这不《白蛇传》吗？这不改《水浒传》了吗？哦，串了，串了，串了。故事啊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最早啊有这么一本书叫做《异妖传》。哎，异妖讲的就是这个故事。对了，有这么一个小牧童，嗯，前去放牛。牧童在路边上发现一条小白蛇啊，奄奄一息，马上就要死了。哎呦，小牧童心生怜悯，把这个小白蛇给弄家去了。怎么吃的呀？什么叫怎么吃的呀？这不弄家去了吗？是炖了，是包了给他？不是，给他治好病了。哦，养肥了再吃啊、哦？怎么就知道吃啊？你看你这身材。那怎么着？蛇补啊？治好了病以后，啊、放回峨眉山，
放生了。哎哎呦，等到一千年以后，这就千年了，小白蛇修炼成仙，变成了白娘子，千年蛇妖啊，带领着自己的妹妹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。妹妹，对了，哦，小青就是她的妹妹。哦，是，哎，小青。有的朋友说了，小青是白娘子的亲妹妹。哎，对对对，不对，很不对啊，邻居妹妹。您别闹啊，又叫林妹妹。这样瞎说了，谁瞎说了？俩人两条蛇啊，就是亲姐俩。你有考究吗？什么叫有考究啊？我问你。啊，白娘子是什么色的长虫啊？白色的。小青呢？青色绿色。如果说他们是亲姐妹的话，他们的父母是什么色啊？青花瓷。那他爸爸周杰伦呢？没有啊，像话吗？这都胡说八道。哦，合着不是一窝。当然啦、哦、带领着自己的妹妹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。在西湖边上，这个许仙呢边走边唱，还唱。哎，那么说许仙是谁呢？谁呀？就是那个小牧童。哦，投胎转世好几代变成了许仙。哦，十世的善人呢，边走还边唱。嗯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嘿，唱这么一段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您先等等等等。许仙干嘛唱这歌？怎么了？干嘛唱这？这歌谁的？这歌阿牛的。他原来干什么的呀？放牛的。啊，都是有渊源的，知道吗？哟，您这里还有穿越的事儿呢。边走边唱。哦，山顶上白娘子和小青。嗯。在那儿贼着呢，贼着啊，在那儿看着呢、哦。哎呀，哪一个是我的爷们？嘿，俩流氓这是。哪一个是我的爷们？你想哪一个是？举手。别举手啊！让小青啊看出姐姐的意思来了。那是听出来了。原来我的姐姐在寻找自己的恩人。哦，找呢。小青啊，懂法术。那是。手掐诀，口念咒，霎时间云掌西北，是雾奔东南。这叫呼风唤雨。小雨啊，淅沥沥沥，可就下起来了。清明时节呀。下雨不要紧。嗯。许仙得回家呀。得回家。引出来游湖借伞。哎，这个树上有。三个人算是相识了。那是。白娘子和这个小青已经在床上等着呢。对了。三个人认识以后回家。哎。您这个有点胡说八道了。谁胡说八道了？白娘子和小青在什么上面等着呢？船上啊。船上？你听的是？我的天哪，流氓！你是不是流氓？我怎么听的是带腿儿的？没带腿儿。哦，船上。哦，船上。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，这算神仙啊。其实不然呢。怎么的？当中有人破坏。谁破坏？金山寺老法海。没等法海去找许仙。嗯，许仙来了。干嘛来了？还愿来了。上庙里来了。自己的生活怎么突然间这么好了？哦，我得问一问怎么回事。是是是，老法海给拦住了。我在庙里等着呢。哦，这是和尚，这是。哦，这位施主，你看得道的高僧啊。且慢行。嗯，据我所知，你的媳妇真的是个长虫，就是说蛇妖，白色的长虫。哎呦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怎么样？我这儿有一瓶雄黄酒啊，回家让他喝喽。哎呦，他就会炫原形。还炫原形还得。许仙是半信半疑，那雄黄药酒啊，拿着雄黄酒回家了啊，引出来五月端午饮雄黄。哎，这叫误饮雄黄，误饮了雄黄酒，嗯，变成了一条大长虫。是啊。巨长无比，唰，现了原形了，把他散了圈了。当时把许仙给吓死了。哎呦，许仙一瞧，哇，还真大，死那儿了。这就吓死了，吓死了。哎呦，得亏小青懂法术，那是把自己的姐姐骂死回来，骂死回来，就是捏吧捏吧，揉吧揉吧，变成人形。好，橡皮泥这是。白娘子低头一瞧，啊，我爷们死了。那是，我不能做寡妇长虫啊。好家伙，双保险啊！引出来仙山稻草，盗取这个灵芝仙草，把灵芝草倒回来，嗯，把自己的爷们救活，还了阳。许仙还是半信半疑啊，还不信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嗯，啊，难道我说我媳妇真的是个长虫吗？啊，不信，我不想跟她过了。哟，哎，就跟白娘子说了，说什么呀？娘子啊，我不想跟你过了。哎呦，咱俩离婚好不好？那时候就离婚了。我走好不好？哎呦啊，我离开你，咱俩分开，咱俩分开好不好？哎呦，白娘子一瞧拦不住了，拦不住了，走你的，走你的，真大度。哎，
二一次来到了金山寺许仙，哎，找到这个老法海。嗯，老法海得问问呢。对啊，问问药灵不灵啊。施主，施主来啦。这法海怎么这样啊？嗯，老实多了。是长虫吗？问这干嘛？是。哦，是长吗？哎，这行行行行行，人家媳妇儿，你问得着吗你？长着呢。哎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白吗？流氓，你瞧了吗？挺白的。哎，这要点脸嘛。别走了。怎么呢？在我这儿待着吧。哎呦，我这除了没有美色，什么都有。我多没劲呢、啊，这里。小活动。许仙就没走。是啊，一天没走没关系，两天没走也没关系。哦，到了第三天，想念自己的夫人。哦，想媳妇了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嘛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烧香祷告。在庙里。前面有一尊大佛。是。许仙往这一跪，张嘴唱上了。还有心思唱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而且这求佛也是许仙的原创啊！啊，好的了。单说白娘子这边，嗯，三天没见自己的爷们，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也想他呀，得找啊，在哪儿呢？想想，掐尾算一算。哦，掐尾算，呵，好，还得吃完饭算。你看，谁说吃完饭算了？这不上海话吗？掐尾，谁说上海话了？你说的，掐尾，不就上掐尾？掐尾巴，这尾巴有什么可？啊，跟点烟灰似的，往这一站，你看着，哟，算出来了。小青儿，怎么了？这是你的吧？这是，嗨，拿错。哎，算出来了。哦，这都算出来了。原来啊，在金山寺老法海那儿，软禁的那儿。赶紧喊小青、两个人来到金山寺，找到老法海对峙，就跟他说几句啊。对呀、老法海，嗯，还我的爷们。好，有点迫不及待了。这位女施主，嗯，修德无礼，那是，此乃佛门境地。对了，我这儿没有你的爷们，没有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不行，怎么呢？就在你这儿，还给我，哦、不还给我，今天我弄死你！这蛇够厉害的，弄死我啊！来呀，呀呵，来呀，哟，谁怕谁呀？啊，这法海，两个人噼里啪啦打起来了，交上手了，打着打着坏了，嗯，白娘子打不过他，啊，没人法海厉害，不是，身怀有孕。怀着孕呢，怀着许仙的孩子呢。哎呦，赶紧喊小青跟老法海打起来了。哦，就剃下来了。白娘子走了，走吧。其实搬救兵去了。搬救兵，搬来了五湖四海三江水。哎呦，引出来水漫金山寺。这有水漫金山寺不要紧呢。怎么的？白娘子生了孩子了。生了，生出一个男婴来啊，让许仙看见了。是，坏了。怎么叫坏了？我错怪我的娘子了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她真的是个人呢。你哪儿瞧出来的？如果说她是个长虫的话，她、应该下个蛋呢。这还好。娘子，我错怪你了。哦，许仙领着白娘子还有这个孩子下山来，引出来断桥相会。哎，对了，许仙呐，对对，问怎白娘子怎么回事？白娘子啊，娘子娘子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还想跟你过，我还想跟你好。没错啊。白娘子一听怎么着，还想跟我好？是啊。白娘子张嘴也唱上了。白娘子唱什么呀？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。唱上了。